超简单逃课精灵龙，跟着我的路线走可以直接到上锁门后方。触碰大门就可以触发精灵龙战斗，这时候就算死掉，精灵龙不会消失。A few moments later.挂死精灵龙下去前要注意，精灵龙会召唤小虫子，如果刮痧时间过长，虫子会无敌多，要小心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。